位重大消息，我找到了一台719块就买到的洗地机。对，就是那个地表最强级吸尘洗地，哦，都自己清洁自己，功能于一身的洗地机。之前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是拍过一个洗地机，叫做 Dinego 的，好用是真的很好用，只是价钱不是很贵罢了，2000多罢了。之所以洗地机会随随便便卖1000多2000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可以一边吸尘一边洗地，而且它不是 vacuum cleaner 那种普通洗地啊，它是真的有去做，有去 scrub， 洗完了之后真的不会弄到水水的那一种洗地。但是哦，今天给我找到一台不用2000，不用1800都不用的，719块就买到的洗地机，是不是很夸张？700多块可以买到一台洗地机耶，良心。省钱，叮叮，就是这一台 iLife 洗地机，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出到这个价钱了吧。 iLife 家每次都在造福人类，很努力的在出平地板。我们买不起2000多块的，700多，想一想是不是突然又觉得好像 OK 了哦？它的原价哦是899的，为什么会719呢？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今天看了我的影片，再用满我的 promo code， 它直接变成719块就可以买到。接下来你们看完就懂了。左边黑色加紫色的叫做 F100， 在 Lazada 卖的；右边黑色加玫瑰金色叫做 W100， 在 Shopee 卖的。它们两个里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颜色不同和在不同的地方卖罢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紫色的 F100， 你就在 Lazada 买咯；如果你喜欢这个玫瑰金的 W100， 你就在 Shopee 买。这样子你们明白吗？我有解释到吗？首先看一下外形，其实跟我之前介绍的 Dinego 洗地机是没有什么太大分别的啦，从上到下分成三个 part， 手柄区、肚腩区还有滚刷区。手柄区的话一共有三个 button， 正面开关一个， turbo 按钮一个，背面 spray 按钮一个。肚腩区有 screen、 清水箱、污水箱，滚刷区就滚刷而已咯。 screen 的方面呢，可以看到电量啦， eco 还是 max silly 强度啦，有没有在 spray 水啦，水在满还是空啦。 OK， 就这样。它整体颜值哦，其实就跟一般洗地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最特别的是哦，这个 W100 它的边边这边用上了玫瑰金色，是有点小心机玫瑰金，而 F100 也是一样小心机的紫色边边。第一个要讲的肯定就是它可以自己洗自己这一点，刚才我有讲到嘛，它上面这个是清水箱，下面这个是污水箱嘛，当它开工的时候呢，干净的水就会输出去到滚轮这边，然后它就会开始洗地，滚轮这边呢就会把垃圾啊跟一些多余的水分吸回上去这个污水箱这边，所以说干净水跟污水是不会掺拨在一起的。它就不像我们以前抹地这样子，都是同一桶水，然后你抹了又挤回去，抹了又挤回去，其实你用来用去都是肮脏的水来的。那它到底怎样自己洗自己呢？看到这个 button 吗？看到 screen 这边这个 button 吗？你洗完地之后啊，你按一下，它就会开始用干净水输出去滚轮，哦，都自己洗滚轮。不用我手洗的啊！老实讲，我之前开过那个2000多块洗地机，有这个功能，我并不出奇，毕竟它是一个2000多块的东西，黑科技一定是有的了。但是这一台719，它也有这个功能的时候，我是觉得，第二点就是洗地模式。据我所知哦 ，iLife 这台洗地机它的洗地模式是有早早跟一般洗地机不同的。上次不懂你记不记得我们拍 Dinego 的时候，它是吸尘跟洗地是一起的，同时进行的，它是，而且要有水它才可以做啊，没有水它一直洗地机。对，它只要反走过地上都会有水，但是它不是很湿湿那种，它是干的那种抹地的水。但是哦 ，iLife W100 跟 F100 它就不是这样子的，开机了之后它是吸尘机，单单吸尘罢了，是干的。哎，这时候你看到地上肮脏，你要洗手柄背面呢有个 spray button， 你按一下，看到吗？我再按一下，还有水出来的哎，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洗地啦。它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哦，它不只可以用在地板啊、地砖啊、瓷砖这种，它还可以用在 carpet， 因为它可以选择你要吸尘还是你要吸尘加洗地。第三点，这个看就懂啊，它是可以自己站的。不用的时候就推上去 lock 住，就自己站着了。但是呢，你就一定要关机才给它站立，不然它只会在原地在那边扫。实测时间，既然是一个洗地机，这样我们就干干，会给它那种粘稠粘稠的东西，看一下这个700多块到底能不能洗干净，给它够力够力了。什么东西是够力够力了 ？OK， 现在我们先去装水，这边可以装0.6升的水。OK， 够满要装满，用这边就好了。第一关我们要用什么？我这边准备好了整袋蜜糖、whipped cream、
番茄酱 mayonnaise， 哼，仲有蜜糖金桔。OK， 第一个我们还是用初级版蜜糖就好了。我姐姐要骂我了，她想弄到她的地上黏黏。Oh no！ 画个符先。Are you ready？ 我们现在要洗这个蜜糖，所以要按后面喷水的地方，不然它只是细尘罢了。OK， 我一边按一边去。哇，声音都不同了，声音都不同了。看到那个水吗？水迹，水迹。哎，我觉得它出水量哦，不会很多哎，因为你看我刚刚抹完那个地方就干了，干了，干了是吗？没有黏黏了，现在 OK 哦，很滑去了哎，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蜜糖真的是很隔离的哎，它现在是滑滑去了，而且它已经完全干到完了，就是它出水量不会太多，不会弄到整地湿湿啊，现在是干爽。有没有啊？真是干了，你不要用你的脚，蜜糖啫嘛，难过唔到嘅，升级版 mayonnaise 加 cream。一点点就好了，麻油腻一点点就好了，不用紧啊。放太久了，过期哦。来啊 ，Go Go Go！ 它其实的用法呢，就是你每次要洗地的时候，你就按后面那个 button， 是你来控制那个出水量的。所以我要多一点水的时候，我就按两下。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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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后面，我刚才走过一轮吧，哈，一轮吧，刚才那个 mayonnaise 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成这样子，它一扫哦，它直接是干进去了哎，一下不了哎，我还没有走二三四下哎，是不是干净啊？我要嗅一下地上还有味道没有？有。但是它是真的是干净了的，只是有味道罢了。它这边摸上去它已经不黏了哎，味道要用肥皂，不然只是清水是洗不掉那个味道。终极版，冰水加番茄酱，是不是很蛤蜊嘞？我就一定搞蛤蜊的耶。这香饼为什么是配番茄酱呢？因为这样子会比香饼是配酱油的嘛。这样子会比较开胃啊。实验完全就是有饼碎有番茄酱，就是集细尘跟洗地于一身的一个实验，谁想到的就是我。整个就是在地上做寿司烧。这个是大板烧 ，OK， 大板烧，这个很够力的这个番茄酱，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开 max mode， 给它 double on 的意思。哦，那个刷子都变色了，看到吗？刷子都变色了。哎，给你们看看，才走第一轮的样子，刚才是整堆番茄酱的，现在已经变成酱了，太开心了！洗地机到底是谁发明的？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如此的干净，现在还有一点点潮湿，要完完全全干了先。OK，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三个测试，用了大概15分钟左右，我们的水干净水还有一半 tank 这样子，然后给大家看看肮脏水的部分在喉外啊，跟你们讲，你看哦 orange color 这样子，很像咸蛋奶油质这样子的感觉，这边里面集合了番茄 mayonnaise 蜜糖什么鬼都有。 OK， 现在我们就要是时候让它自己洗自己了。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肮脏水倒掉，然后才可以开始。还沉淀。哇，水冰。它这个呢，其实它是整个桶跟这个黑霸王都可以洗的啊。OK，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搬回它的家，这样子它才可以开始自己洗自己的。Please start self-cleaning and make sure clean water tank is full and dirty water tank is empty. OK， 他这边想讲，你要先把这个干净的水装满，然后这边倒干净才可以开始洗，看到吗？这边有一个 button， 这个就是他自己洗自己的 button， 按下去。Start self-cleaning. 他这边有修。Roller brush self-cleaning. 我没有自己洗耶。
我不用去扭这个东西耶，还有很少水吧。哦，好了。Please clean dirty water tank to avoid get stinky。三十秒不了。他讲他洗好了。我刚才本来是不敢摸这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很蛤蜊，但是现在洗了之后，它没有了那个 orange color， 而且它还很蓬松哎，它不是湿湿的那种哎。你看它，我抓了之后，我手是没有水了，真的80%干了，它就是没有水水的榨干了的那种感觉，有番茄味。这个就是从这个刷子榨出来的肮脏水，还有一点点番茄。OK， 刚才我们大概迷迷摸摸洗了这样多黏黏的东西，已经用了20到25分钟左右了哈。现在给大家看看它剩下多少电量，它这边剩下两格电，旁边这个是电量的颜色，黄色代表要没有什么电了，剩下两格，所以我猜如果再用多10分钟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官方是讲哦，它里面是有3000毫安电池，可以连续用30分钟，或者是洗一个2000方时的家，是不是真的2000方时？我是不懂啊，以后等我买一个2000方时的家，我再跟你们讲。OK， 忘记跟大家讲它的底盘，这个除了是一个充电底座，这边写着 charging dock 之外哦，你这样放着还可以放一些 accessories 这样子在旁边，噔噔。但是这个冻下来做么呢？放着凉了，给狗吃的饭了。OK， 价钱我看已经讲了嘛，719，但是这边我要再讲多一次，它的原价是899的，今天因为你看了这个影片，用了我的 promo code 才会变成719，而且不是今天开始，是6月6号到6月9号开始，只先这3天罢了。要买的话真的是快快去，因为你过了哦，它会变回原价，到时候你再问我 promo code 能不能用的时候 ，sorry， 我再报唔到你噶。719块就买到一台洗地机，而且我是觉得啦，这两台洗地机它跟2000多块的那一个功能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买洗地机，但是又一直买不下手，觉得太贵的话 ，please 这两台你们可以冲了，而且听说数量是很有限的，买到就有，买不到就代表卖完了。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